紧张又刺激的刺激的连线。Hello，Hello，Hello，hello. 啊，耳机，来戴耳机，啊、哦，一人一个，对对对，我们俩稍微戴耳机，稍微等我们一下、啊。OK 的，老贵老贵的耳机，这个怎么戴啊？这个耳机啊？啊，对，我耳机好像很高级啊。嘉哥，等一下、哦，稍等我们一下啊、哦。这个，对，是不是这样戴？对，这是 LK 的超级高级的老贵的耳机。是这样戴的吗？听得见吗 ？Hello，Hello， 嘉哥你好。Hello， 你好。听到吗？啊，我听到了你的声音了。哇，我要怎么说呢？我要。先跟你介绍一下，我叫饺子啊，我叫饺子，然后他是不困 ，Hello，Hello， 啊，他叫不困，然后你可以跟我们这边的就是粉丝朋友们打个招呼。哦，好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孟佳，你们的佳哥。Hello， 佳哥你好，我真的还就是在看你们那个乘风破浪的小姐姐，就是我全追完了，就整个就是能够。怎么说，特别喜欢你在台上的那种魅力表现力，然后包括唱啊跳啊都超级棒的，你也看了吧？对，我超级喜欢，然后恭喜你出道，真的前三出道都超级棒、啊，我好替你开心呢。然后我觉得就是咱们还是很有缘分的。对，为什么？我首先想要先道个歉，因为我之前本来说要跟你们约定要来直播的，可是因为我的那个航班真的是那个也是就是没有办法嘛，那个还是安全第一。因为上次孟佳小姐本来是要来我们直播间的，然后那天航班延误，然后后面就直接就没有那个航班了，取消掉了。 对，然后今天能够来到我们直播间，我们还超级超级的开心，超级期待你能来。好荣幸的，是的，我们今天两个人好开心。就是我先要不说两句，你说两句，等两句好美好美，就大家都在夸你好美。就是我有了解到你之前不是就十年前去韩国，然后就是出道。我呢也是十年前创立了自己的品牌，然后今年呢是你出道的就是算是十周年吧，然后也是我品牌成立的十周年。就是我觉得我们之间还是有很多缘分的。然后今天又是因为就是这个那个花木系列的这个隐形眼镜，然后我们又聚到一起，然后又是同样因为喜欢这个品牌，我觉得就很有缘分。对，今天是莫森品牌也是十年、啊、然后莫森品牌又是十周年，对，都是十年，就是咱们都聚在一起了。这该死的缘分啊！真的，十周年，时间过得好快哦。就是，哎呀，好幸运，幸运我们三个能够聚在一起。对对对，我觉得这是一个妙不可言的缘分。对，三个是十家，现在可以算是十家吧，在工作岗位上。三个十家，算吧，都很棒，大家都很棒。就是未来的十年我们都加油加油。然后那我们跟大家说一下吧，就是今天孟佳小姐来这边，然后我们还有很多很多的礼物，我要不先给大家预告一下，我们会有抽送就是嘉哥的签名照10份，还会抽10个人，就是每个人抽送2盒花木系列的美瞳啊，然后度数大家任选，然后还有第三波就是还会送嘉哥之前的同款蝴蝶结的一个发饰、对对对，你戴的非常漂亮的那个发饰，然后我们特意弄了一个，然后准备送给今天在这边等我们的粉丝。太棒了太棒了。嗯，怎么他不需要付出点什么吗？对啊，你们不需要付出点什么吗？买莫森，买莫森，买莫森，支持莫森。那话不多说，我们要不先在爱我的直播就已经看看饺子的直播，也就已经是付出了，付出了。是的，是的，是的，而且嘉哥的粉丝真的哇，真的好好，就是上次我们都感受到了，就是超级有礼貌，对，特别特别有礼貌。然后上一次就在说孟佳小姐姐安全第一啊什么的，就是我们下次再等你，再等你来什么的，他们真的超级好。要不嘉哥你来个口号，咱们给他们抽奖。好不好？对，随意来一个啥的，我要随意，或者说随便你想说什么都行。咱们让他们刷在评论里面，然后就给他们抽送礼物。那就正好，反正我跟签名照了啊。嗯，莫森
是10周年嘛，所以那就希望粉丝们可以在这个弹幕上面打10周年，10周年快乐，对，好不好？从这个里面选。好好，那大家刷出10周年快乐，然后那个，我们替嘉哥在对，后我台们这替边。你在后台这边抽送10位来送你的签名照。哇哦，抽中5位，五你位，确定五位吗？是5位，好，那我先抽五位了，签留五名位一照，会儿再抽。哇，来给大家看，天哪，给大家展示我可以参与吗，伙伴？可以，你们都可以参与。哇，我也想要，我有机会吗？快把我手机拿过来！你可能没有这个机会了。10周年快乐！我也来赶紧我们刷共起同的来！10周年，来。10周年快乐！我真的是只有女人们在一起的时候才能发出这种声音，哎，我也想太可爱了！来，准备我们一起抽好不好？好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也不知道会不会抽咔中我嚓们。咔嚓，我看看有没有，5位啊，5位。5位，哇，哇，这个是用户杠59206255这位朋友，然后还有 JD2437751 这位朋友。还有小时光857，还有虎 J 啊，还有 P E R A R E 瑞这位朋友，1、2、3、4、5，5位，恭恭喜喜你你们，们，好幸福，好羡幸慕福你们哦。那这个只是第一波礼物，我们后面等一下还有很多礼物。那对。我们要不现在，嘉哥，我们开始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的那个莫森美瞳，好不好？好的，没问题。其实我现在就带了一款那个粉色的，哪然个？后上面有那个小蝴蝶。啊，哎，我现在戴的是哪个？我今天刚刚给我戴的那个是哪个？粉色的，粉看色到的，看到。有那个小花在这里。我上次看你有录那个，就是那个美瞳小课堂，超专业的，超专业的。学到了很多的知识，就关于什么美瞳的含水量啊，哎，是的，是的，是的。高的话它会比较软，可是操作起来就有点难，因为它的那个美瞳的那个瞳会很软，戴起来会很难，所以对于新手的话，就是上眼会比较有难度一点。那低水量的话呢，就是会比较偏硬一些，但是它就很方便于戴上眼睛，对。那你们就是你自己日常会怎么选择啊？我是，大家可能会想说，哎，高的好还是低的好？我觉得看每个人的眼睛的这个适应度。像我的话，我是需要佩戴美瞳一整天的，就是我日常的话，我就尽量在家的话，就可能是不戴美瞳嘛。要是出门啊，或者是待一整天，很久。一整天，对，所以就是眼睛的话会比较稍微偏干一点点。可是上海呢？或者是其他去到，比如说我在拍摄的时候是在长沙，就是比较潮湿的地方，所以就眼睛戴美瞳的话，低水量的会戴的比较多一点。好的，好的，那你就是有没有特别想要推荐给我们的颜色呀？颜我觉色。得好几款的颜色都非常好看。首先，我就是强推这个紫色，不是紫色嘞，粉色粉，是吧？我最对。爱也是粉色哎。啊，我那我也他是呢。啊，丸子也是最爱的是粉色，嘉哥说丸子粉最爱的是粉色。要不拉近点给他们看一下，我觉得这个特别好戴，就是我们日常戴上去也没有什么异物感啊什么的，我说你要不非要放常大一舒点？服。对，对，你帮我因放为大一点吧。我是个人不太适合戴这个比较大的这啊，那个种大直径的那种，是不是？对，所以它的这个着色直径就是很小，就很适合比较很自然一点，不会太。大不大？你哦，也戴了？能看哦，能看清吗？你们能戴的看是清同吗？款，应该我是。现在戴的是同款，我戴的也是粉色。哇哇，我也是粉色的。我这个看得挺清楚的还，还带印花粉。我们都钟爱的一个颜色，因为我觉得它这里面颜色好像没有踩雷的，都还挺好看的。对，我要不给他们，要不嘉哥你看还有其他的颜色吗？就是你再给他们。
感受一个其他的色，我也给他们换一个，我也换一个，你也换，不会也给大家换一个吧？对，不会也给大家展示一个。对，好，大家都要表演五秒钟画美了。嗯，我发现其实蛮多人都蛮喜欢蓝色的，然后都很喜欢画那种，比如说偏稍微轻欧美妆的，所以就会颜色比较多。那我就给大家试戴一个蓝色的，好不好？好，那我戴个灰吧。嗯，我会戴个绿的。我戴个绿色，我戴个灰，三色灰。我戴的是。啊，对，我们新来。嗯，真花木兰的。不知道大哥是不是？啊，戴的是蓝色，就蓝色，蓝色。就是它看起来有一点点那种微微绿的那种感觉，但戴起来很好看。那上面还不绿，上面还有那个一朵小花还是小草，就是那种小蝴蝶的那种感觉。我也是超级喜欢它上面的花。对，感觉有点小心机，可是又就是不夸张。对，然后戴起来，我个人觉得是那种能让我们的眼睛看起来更加的，就是。更加灵动吧，算是我们好好忙呀，我们三个都，我已经戴好了，啊，你好快，绿色的，你好快，也特别自然，也特别自然，然后也会近一点看的也挺适合大妆容的，很好看，很好看。对，哎，今天来看嘉哥直播的都是我们的嘉哥粉丝，是不是？我们顺手关注一下我们饺子的直播间啊，都是缘分，都是缘分。来的都是客，嗯，这该死的缘分，缘混，是不是直播是不是都会那个什么？对，哦，我喜欢的，我自己还蛮容易，哇，它这个含水量是刚刚好的，只在42%左右，一整天戴下来肯定就不会累的那一种。嗯，我现在戴好了，专业选手，专业选手。我一天能一直换，一直换，换十几副都没问题，就很适合给大家推荐隐形眼镜，有没有？我现在戴的是灰色，要不能看清吧？灰色，我这个是三色灰，三色灰，三色灰也好好看。给我一分钟的时间，慢慢戴，慢慢戴，慢慢戴。一般我们选美瞳的时候，就是会选那种稍微特别一点，然后又日常的。那选这个品牌就特别的好。对，我上次给大家播过这个，就是它每一个颜色，我也推荐过非常多次莫斯科的，就真的是很好戴，嗯，就不会让你踩雷的。嗯，看清楚吗？哎，嗯，大哥戴好了吗？好了，我现在戴了一只啊，能看出差别呢。嗯。大家平时常选的那个就是隐形眼镜的话，看看什么？看什么？一般都是看那个含水量啊、直径啊，还有颜色，对不对？就是它的一个直径，着色直径呢，是需要你们去那个店铺的页面里面去看的哦。嗯，他们说加慢慢来，他们说加慢慢来，好贴心。嘉哥不要再熬夜，嘉哥不要再熬夜了。好温馨，这个温暖的直播间。还有为嘉哥准备的酒呢，酒呢？哎，我们刚刚在播酒的时候，他们说给嘉哥留着喝。啊，你们在播酒吗？对对，刚刚在播酒。我是酒坛子。哇，真的？哦，对，我是平这个应该很适合你。我们送嘉哥吧，送嘉哥，金锣酒送嘉哥。平时都会小酌一点，然后不会过量，然后那很适合，那很适合小酌一杯，在工作之后，挺好挺好，嗯，这样子呢，那可能会更有劲头，就可能会状态会更好。对，哦，原来还有这个秘诀，我学到了。那个嘉哥，你给我们比较整个人的感觉会气场会比较松懈一点。嗯，哦，是的，感受到了，这个学到了，学到了。下次录视频的时候喝点小酒什么的，会很嗨。嗯，那我们看一下，嘉哥，你现在戴的这个绿色的感觉，我能看得出差别，因为它光线可能没有那么亮，那么直白，但是我都能看得出差别跟刚刚的。对，刚刚的话明显就是看到眼睛是那种粉粉色的，然后现在就是有点蓝蓝绿绿的感觉。
魅惑，魅惑，跳舞的时候特别适合。嗯、我很喜欢这个，就是着色直径，就是日常大家戴的是那种高级感的那种眼球，就不是那种很假的那种大眼睛，嗯，就那种。我比较怕那种的感觉，那样子看起来眼睛有点像绿豆。嗯，就没有白眼球了，就这个都好自然。这样子跟这样子还是这样子比较好看吧？嗯。是的是的，我 get 到你的点了。然后所以就是提示大家吧，就是平时去买那个隐形眼镜要看那个详情页里面的那个着色直径，就盒子上面那个是不一样的啊，不是盒子上的那个。那因为它旁边还有透明的一圈，它是有那个有还是有算在直径的，所以一定要去官网上面看一下它那个着色直径是多少。我记得我的这个是 13.2 的吧。嗯，对对对对对，13.2的。我要不先给大家说一下它的活动，然后让大家可以先去拍，然后的话我再给大家试戴几个其他的大家想看的颜色，你们也可以刷在这个评论里面，好不好？我们今天的那个美瞳的活动的价格是原价89块钱一盒，我都背下来了，原价是89块钱一盒，然后今天两盒的话只要118元。平均下来的话是59块钱一盒，然后拍四盒的话只要196元，平均下来只要49块钱一盒，好便宜。对，平常然后还有钱，你可以进来。嗯，就是买两盒的话，还会送给大家一个摘摘棒，包括一包那个湿纸巾。然后如果买四盒的话，它赠品还是叠加的，保价到双11。大家现在买到的就是最最最低价，最最最低价，大家可以。支持一下木家姐姐，小姐姐过来看啊，猫猫哎，好可爱，养的吗？它叫什么名字啊？它叫 Sunday， 星期天。因为它是礼拜天来我家的，然后我就很随意的给它取了个名字叫礼拜天儿。啊、哦，礼拜天儿就是挺向往的，就我们做的没有的，我们没有礼拜天儿。嘉哥，你有礼拜天儿了平时？太可爱了！你们工作应该也没什么礼拜天吧？对，没什么休息的。刚工作完，对，然后就赶来直播间跟大家见面，不敢再怠慢了。没有，大家看我觉得超级开心。那我们现在就先把这个墨森的花木眼那个美瞳给大家上掉，好不好？好吧，上。嘉哥，你说上，咱们就上。你说5、4、3、2、1，咱就上。我们一起321说上好不好？好。OK， 3、2、1，上架，上架！大家赶紧去拍这个美瞳，颜色超级好看。然后，我给大家写，就是演示一下怎么领优惠券啊！我是很称职、超级的。就这边拉到详情页，这里可以有20的券、40的券、120元的券。就如果大家买一盒的话，可以减20；买两盒的话是减40；然后买四盒的话就直接减120元。所以大家就是多买，拍就是一定要多买。这个我身边的朋友，包括我自己自用，就是我自己复购，我真的是每次给大家推荐，然后我自己都买一堆，然后我身边小姐妹就各种推荐给他们这样子。还有一个买到好看的，像今天这个隐形眼镜，我也是一直有跟我的朋友推荐、因为他们都非常需要隐形眼镜这个东西。是的，而且是这种自然又好看又很灵动的。我之前戴的那些隐形眼镜里基本上没有，好像很少见到这种里面有小花朵的，有没有？嗯，你推荐过这么多的隐形眼镜来说两句。这个是特别特别的不一样的，而且很适合配不同的妆容的。像嘉哥像舞台上面配一些舞台妆啊，或者日常妆都可以的，都很适合。对，我觉得是日常又漂亮的那种款式。然后有，因为它有那个绿色啊、蓝色啊什么的，就是听起来感觉好像很夸张，其实是的，有同感，眼睛非常非常自然。是的，就是比你们想象的那种绿色、蓝色什么的都要好去戴很多。
好佩戴，很多很日常。对，像喜欢嘉哥的粉丝很多是学生党啊，还有一些我们的工作的时候，其实戴的话也没有什么问题，也很自然，很自然。然后是那种很特别的颜色，稍微有一点点的与众不同了，戴上去之后。是的，是的，是的。感觉好像哎呀，你去上学或者你去上班，然后结果你戴了一个隐形眼镜，跟你心仪的人对话的时候，他会一直盯着你的眼睛，然后就看到你眼睛里面是有哎。是有，然后看到你眼睛里面有两朵小花，哇，真的这个很戳我哎！我之前没有想到，就真的是会这样。然后感觉对方看着你的眼睛都会看进去，就想说哇，你眼睛里面有什么？哎，是的，会想一直看，上面有两个小花，就是看那里面是什么东西，就一直在闪，就这种感觉。好会哦，孟佳真的很会，就好会形容，好会，他们都在夸你啊，都是嘉哥的粉丝。买了，支持了，支持了，买了，懂了，懂了，他们说学到了。好，那我们那个，我要不再教一下大家怎么领券吧？大家一定要领到券，买到便宜哦。就是点开我们的那个购物车里面，然后往下滑，下面有三张的那个优惠券哦，一个是20的、40的、120的，买一盒就领20的，买两盒领40的，买四盒就领这120的，然后到手呢，两盒是118元。到手四盒只需要196元，就好便宜哦。嗯，超便宜又好用。哎，嘉哥还有没有什么戴美瞳需要注意的东西啊？就是戴美瞳要注意的也很多，比如说你一定不能戴着美瞳去蒸桑拿啊，或者泡澡，或者说、哎、我好像以前有泡过，就是好像戴着泡的。是的，就是它这个还是会有害的，所以尽量有这种情况的时候，嗯，对，把它取下来，对，不要在蒸澡的时候还要去爱美，这有点太划不来了。是的，之后知道了，学乖了。好，还有什么其他的？还有什么其他的想要跟就是这些粉丝朋友们就讲的吗？嗯，就是非常谢谢大家一路以来给我的支持，然后这个夏天真的是非常开心能跟大家结识啊，就是我们也非常开心看到你能够就是前三名的这样的好的成绩出道，太棒了，太棒了。然后也谢谢莫森给我一个这样的机会跟大家在这个直播间见面，然后、嘉哥呢会准备很多的舞台，也准备很多的综艺跟大家见面，所以希望大家、后面期待哦，期待一下，期待一下。虽然有点官方，可是这个路子还是要走一下啊。是的，好期待啊，我们都好期待。我看大家在说一辈子支持你。很多的爱很支持我，然后现在也给的这个爱给的很主动，所以我希望我有更好的作品可以回馈给他们。好的好的，好棒。然后就是我们都是10周年，就是预祝我们都能越来越好吧。是的，预祝我们下一个10周年还可以相遇，好不好？好呀，约定了，约定了。谢谢你，谢谢你，花露。谢谢谢谢谢谢。那好，那我们还有礼物送给大家，是不是？对，礼物，蝴蝶结，蝴蝶结送给大家，一个黑色的，送给大家，就是在给大家分享美瞳，同时我们也学到了很多小知识，我觉得也就是收获满满的。对，所以那还是需要大家有一个蝴蝶结在啊，去拿了，我们要先送美瞳吧，好不好？10位送美瞳好了，先。好，那我们要不抽送抽送10位送美瞳，然后还有蝴蝶结一起给大家抽送掉。蝴蝶结好不好？那是不是需要他们排好队？对，就嘉哥，你看刷什么呢？那就刷个口号吧。那就刷一个10周年快乐一样吧。好，庆祝，好不好？好，好，好，10周年快乐，大家刷起来，排好队。排好队刷起来，然后咱们准备给大家抽奖了，抽奖了，
支持嘉哥，然后支持嘉哥戴的美瞳，他戴的几个颜色都是我最爱的。我上次有给大家推荐过，我说我第一个最喜欢的是那个粉色，然后第二是喜欢那蓝色。啊，今天没想到你戴的也是这两个颜色，好开心！头牌买起来，嗯嗯，开心。然后来来困困来给大家抽一下吧，好，抽奖抽十位，然后外加一个蝴蝶结。对，那边后台是 ID。好，还要倒数吗？好，倒数。来吧，咱们五四三二一，咔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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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看看十位的话，你从最前面的那开始念，开始念第一张，念十位。好啊，这个这个这个十位来，第一个袁飞飞，第二个 G H E M D。I, 第二个随心 SYY, 第三、嗯、接下来一二三 SSA4569, 杨丽 281778739, 六位SB112138, TB4436236837, TB371040682, 第几位了、第八位了，还有LUMEICHI,NA 幺八幺九八九，还有一个是王星七八九二，恭喜你们十位朋友。然后还有一个蝴蝶结，第二页的蝴蝶结，对，然后给大家也抽送掉啊，我也想要、嗯、抽送几位，嗯，快点留言刷起来，赶紧有什么话想要跟嘉哥说的，赶紧刷起来，抽五位来，嗯，倒数五。四三二一，咔嚓，好好，恭喜我们的这个 LON 龙幺七幺七二幺，然后 TB 九六九二幺九二三四七运诗韵时装一位朋友啊，就一位啊，对，好的好的，没关系没事，读出来的朋友都给大家恭喜恭喜。好的，恭喜、送给大家蝴蝶结，同款蝴蝶结送给你们。然后真的非常非常开心嘉哥能够来到我们直播间，然后跟大家一起，就是因为那个墨森花木美瞳然后聚在一起、嗯、然后大家喜欢的美瞳支持嘉哥去拍吧，啊，就是去嘉哥去拍。然后我们今天让嘉哥早点休息了，他今天好辛苦还在录综艺、嗯、啊，我们期待你的综艺，期待你后面的，期待你后面的表演。嗯，好的，谢谢，辛苦你们哦，辛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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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，辛苦啦。嗯，你早点休息哦，早点休息。拜拜，晚安。要约下个十年。下个十年，我好有缘哦。嗯，好，晚安拜拜，早点休息。好、嗯，好，那我们这边就关掉喽。